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我嘅频道，请记得睇完呢条片 like and subscribe 啊。咁我今日咧就又开箱呢个微影嘅巴士，系啦，小模型巴士咯。好啦，咁咧我今次拣呢个系20A 啦，系啦，系 Mission Zero 零排放由此启动，系啦，咁都系由城巴制作同埋。ALECTRICITBUS 啦，系啦，即系香港首辆双层电动巴士，系啦。咁我今次拣系双层，双层我觉得靓啲，系啦，1:120 SCALE， 系啦。咁侧面就系咁，系啦，都写埋啱啱我讲嗰句啦。啊，呢边都系。好，咁呢度都有埋个口号 ，Mission Zero， 零派方由此启动，系啦 ，Powered by B， 下面嗰个咧就有一个箭嘴，同埋 BR 倒转个 V， 跟住 VO Transport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呢度。系啦，你哋细心阅读啦。嗯啦，就系咁嘅。我俾你睇20秒。好啦，咁咧。我哋咧睇埋底啊，$98嘅，系啦 ，Tiny， 好啦，系啦，系紫色座位嘅，咁今次拣系20A， 系啦，咁我点解要拣20A 咧？我是但拣过啦，横掂都系呢啲。呢啲巴士号码有咩唔同啫？咪就又系同款巴士，有啲巴士咪咁讲啊。嗯，咁我拆开，哇！一拆到啦，期待，期待。拆完呢个咧，袋就系空啦。咁我当系一个有用途的东东啦。好啦，呢个箱有乜好睇啫？啱啱睇咗咯。打开啦，箱嚟。系啦。有车牌佢。哇！新车梗系靓啦。哇！正。同埋我覺得好奇怪咯，佢嘅樣子。第二層嗰度咧，有嗰啲架唔知道用嚟做乜啊？有冇人知道咧？係啦，咁側邊呢度啦，都寫住製作嘅邊個
边个巴士公司。系啦，呢边都系，咁系不会打开车门。咁我拣咁我今次拣咗系启德20A。Mission Zero 另派方案由此启动。哇，咁我觉得真系好奇怪啦，点解有啲紫色嘅东东呢？我就觉得我系咪应该拣错呢？哇，嗰啲碌都咁，但系咪花纹嚟噶？系啦，紫色嗰啲嘢，有啲凳凸咗出嚟，应该系嘅，系啦。好啦，咁我俾你哋睇下车牌，车牌系。HR3878 是的，是的，今集就係咁多啦，拜拜。